所以你们佛法要跟科学配合，时代不同了。我三十几年前到香港，香港最大的人民大会堂在香港会堂，那个时候佛教改革我怕碰的，佛教大师法师们我在怕，个个都要法，我没有法。不过佛教有些居士啊，也有些和尚，天主教的神父牧师有了很多修女，要我讲一个问题，宗教问题，我就讲了。我就结论告诉大家，每个宗很多宗，各个宗教徒来参加听很多。我是21世纪的文化与文明，你们诸位的宗教家，把所有的宗教的外衣要剥掉、脱掉，所有宗教的饮食要拿掉，要配合科学的文明，表达宣扬你们宗教的教义与哲学，你才能够跟得到时代，不然你们所有的宗教都被时代打垮了。不是那个人要打垮你，科学的进步、物质文明的发展，宗教就站不住了。你还是叫老办法，保持每一个宗教的那个过去落伍的农业社会的那一套自我关闭的那一种方式来做的话，你们这所有几大教，对不住，我跟你们都是朋友，我站在朋友立场给你个判决批判，八个字叫关门主义自杀政策，就是这样做结论。这个结论啊，嘿，就赚了，赚了什么？赚了好多拍掌的声音，一次而已，是真的话。所以你们出家归出家，修炼要努力的进修，在家人会的我都会。世界法都是佛法，这些开成烦恼都是开成烦恼。但是佛明明告诉你，这些都是客尘烦恼，客人啊，不是主人啊。你那个自性本身，客人来做人家，当然知道他是客人，他做一阵会走的，就是他做一个月，他要离开的，他是客人啊，不是主人。你那个在主人在家里不动就对了嘛。所以所有这些思想妄念来来去去，你知道思想妄念，哎，眼睛一闭一定下来，一静下来，这个不叫静，静静日后就也可以定了，哎，那么这个妄念杂想东来西往的客乘烦恼，你管它干嘛？客乘烦恼自性本空。